把你给我又拔火罐了。拔火罐啊！拔火罐。可是我害怕会很疼。要不要绝啊？不放血。啊，不放血啊！不放血。把这个火放进煤球里面，那就给它干，就打了。没事的，爸爸。没事，真没事。可是我害怕。啊，这是拔罐，拔罐只要先取罐的时候，你看，要小心把它压下，把气放了，放掉，再把它拿起来就有。你们两个现在有没有人想要拔火罐？叔再问一遍。我们都不想。都不想是不是？谁要刮痧？刮的血红血红，刮出泡来。我们两个都不要。诺一呢？也不要。但是刘叔叔决定，你们两个现在有一个人，谁也不做，谁也不做。先别哭，你们俩谁也不做，知道吗？那我们两个要干什么？你们两个现在抱抱刘叔叔放松就好了，来抱抱就可以了。我不想，我不要，我们两个都不做。都不做，诺一都不做，都不做，诺一，好了，诺一，晚上都回到房间，你爸不做这个，好吧？别哭了，我们不弄。我都不哭。诺一也不哭了啊，互相安慰现在。我现在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我很害怕爸爸用这个死掉。卷一下，快插下去。好，等着吧。他是不是今天来的？不是的，他睡了很久了。你看，这位师傅，你多看点啊，多学习一下。哎，这老师傅，你看你手艺不错。对，还是真的是得需要好好学习。这很舒服了，就给你钱，就这么多。谢谢叔叔吗？你这手艺，你自己这么多钱，懂不？懂。一起学啊！好，师傅在这。你不要太急了吗？好吗？你不要太急好吗？是不要太着，不要太急，不要太生气。不急啊！你赶紧学啊！为了这全级冠军，两个啊，走嘞。好嘞。再见。你全心说再见。再见。谁要做按摩，请进来。小朋友，你是做按摩啊？做按摩。哎呦，你今天见到一个新徒弟了。对。哦。来。你们两个人帮我对一下妹妹好不好？好。好啊。好，来，妹妹跟哥哥姐姐玩啊！我不是姐姐，我们两个都是哥哥。他让你两个哥哥带啊，哥哥带妹妹好吗？他到这上面来，带着妹妹啊，我在这里做按摩啊。对，给他玩点，你们俩给唱歌，轩，给唱歌。哎，轩，把这给妹妹。我给个3块钱。我知道，对，来，好，给你了，给你了。妹妹，来，你们俩给妹妹唱歌来。你俩给妹妹唱歌来。萱萱唱歌。小宝贝，小宝贝，不要再哭，哥哥在这儿。小宝贝，不要再哭。这是都太晚了，都太晚了。别给他们害怕好吗？给你按摩，他来做我，他给你按摩。
走，太脏了。那你小心一点啊，别摔下来了。不是，我给他按摩。对。哦、一会儿就给你，一会儿就该你了。哎呀呀！要两块钱呀！要两块钱啊！我们给多的分配好不好？我要两块，给了二十块，我要两块，我要两块，你要两块，那再请我一个，我给你两块，不行，哎呀，不要太急嘛！给诺一了哟，给诺一了，我给诺一两块了哟，你整两块钱哦，可以吗？好，谢谢你们啊！谢谢谢谢，你们俩做的按摩做得很好，已经很尽力了。但是刚才你们的态度呢，可能稍微有点急了一些，因为客人是上帝，就是咱们再怎么着也要，心平气和的跟顾客讲话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诺一好不好？我就相信你们一次哟。爸爸，洗澡没有？爸爸。哎呀，我想死你了！哎呀，你怎么像一个去？重型炸弹一样的炸到我身上来了。你今天怎么样？你今天学按摩学的怎么样？还好。还好啊。你看爸爸脏不脏？你痛还是别人痛？陆毅爸爸痛。陆毅爸爸痛。你看爸爸脏不脏？好脏啊。那你还想亲我吗？哎呀，我的儿子。佩轩，起床了。你爸爸一会儿就过来，他等你的，让叔叔过来给你穿衣服，然后你找你爸爸，好吗？好。来，真乖，行行，太乖了，哎，真懂事。你爸爸把那裤衩给你放哪里了？没有。那就不穿裤衩。没有裤衩？哎，这个在这儿呢，哎呦，看吧，就在眼前都没有看见。叔叔眼睛怎么回事？来，你把这衣服脱掉，换新衣服啊！但这扣子系不上了，怎么办？能系上吗？能系上。系上不系上？系上。叔叔喊一二三，一起努力啊！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哎，一系上了啊！真棒！没事，哇，真棒！Come on.